接下来这位外号叫小胖，我们先听听他的歌声。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他得过很多总冠军哦，欢迎林玉群。上过大学生了没？也在这个台下做了好几次了，对，现在终于到台上来的感觉是，就是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，美梦成真，对，梦想中的舞台。哇，外号也叫小胖，林玉群会要 PK 哪一位选手呢？他抽到的是，哦，非常好，我觉得这一张也会很好看。你会唱，这个人也很会唱，堂堂请出列。是唐，好看了，好看了，好看，没关系，好，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就放轻松。你带来什么歌？慢慢，慢慢，张学友的歌。那小胖，你是 Amazing Grace。哦 ，Oh my God！ 掌声欢迎小胖的演唱。谢谢。歌唱实力深不可测的林玉群对上歌声张力十足的张世堂，评审会比较喜欢谁的表现呢？